各位来宾，大家晚安，你好。现在开始要打扰你们聊天了。今天一开始我要带来的是，我上一次出专辑的第一首歌曲。可是这首歌是一个警告歌曲，是警告大家走向美好的歌了。所以我每次唱都是警告别人，后来我就想想，没有人警告我呢，所以我等一下我念一遍，你们也一起警告我好不好？我念完你们跟着念。好，阿卡巴吉吉，谢谢，谢谢你们的警告了。阿卡巴吉吉这首歌呢，是因为前一阵子呢，我有很多很多危险的过去了，所以常常去住院。住院了以后才想到说啊，我应该告诉朋友，不要吃过头、喝过头、玩过头，过了头就会伤害你的身体。所以我就出这个专辑，也摆在第一首，叫做《阿卡巴吉吉》。自我介绍哦，我从小的时候呢，我妈妈就一直叫我小龙，一直到现在头发都白了，她还是叫我小龙呢。其实朋友都叫我龙哥。隔壁还有一个，大家好，自我介绍你好，我是拉外，是跟龙哥是一样，是这边阿马兰阿美族的。我们都同名呐，是太热了，快。好，我们就开始阿卡巴吉吉。Oh, in Naru, I
在古人墓怒马安飞谢谢。